您好，我是老鸭说。现在是在日本新干线希望号的电车上，新干线正式往下一站京都站。ご乗車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。京都です。We are stopping at Kyoto Station. The doors are slightly open.京都车站马上到站了。现在新干线驶离京都站，开往下一站新大阪车站。
冈山车站到了。谢谢观看，欢迎点赞、评论、加关注。